祝全天下的父亲父亲节快乐，祝宝父亲节快乐，父亲节快乐，啊，可以了，完可以了，好了好了，有好好去吧，好了，父亲节快乐，哎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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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放照片在后面很快，你不要放照片，他会吓人哦。对啊，你为什么要放个照片，他会吓人？你这样拿到拍一下。今天是2020年的7月25号，礼拜六，我们在洪敏的厨房聚餐，啊，庆祝父亲节。那就祝福爷爷父亲节快乐，长命百岁。那祝福姑丈还有爸爸，全天下父亲父亲节快乐。